马上我去买菜，然后要做菜。Hello， 你咋办？对，我在这炒。走吧。二十一点半去吃饭啊。Hello。啊，去买菜去。中午他给我炒四个菜。行不？你就没事吧，今儿？今没事，今儿搁俺家吃。我行。Hello。带着我先走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也没看怎么做呢，这回给你做呗。昨天配个眼镜花了100块钱，这要花100块钱呢。这眼镜是化镜啊。啊，眼镜也看不清啊，配的化镜。啊，那也行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来了。啊，你好。别收人啊。啊，那给我来个我来麻辣椒啊。尖椒。啊，麻辣椒也行。几个？来三个，四个吧。四个。四个。对。还有啥？再拿两根黄瓜。黄瓜呢？水黄瓜。拿三个。三个水黄瓜。三个。我叫酸菜。啊，酸菜。啊，加油加油。啊，再来一点。这个。好的，那个是这小圈圈。你说蚕蛹啊？我害怕，我不敢吃。蚕蛹好吃吗？啊，好吃。看啥？看还要动呢，没死呢。一煮就熟了，啊，高蛋白好吃。啊？那吓人呢。搁水，可简单了，搁水一煮，搁点葱姜，煮几分钟就熟了，就捞了。好好好，来几个？来一个，就买这些。这够咱吃吗？行，那点酱，我家酱啥都有。开始炖鱼了，来刀。那个面粉撒的。要不脏锅，对，西瓜刷油，拿这可爱的鱼搞一搞，哎呀，你看一看这个鱼，你看这边就没脏锅。有啤酒是吧？拿这啤酒，葱姜蒜，高丽，啤酒，啤酒必须得放，因为它有一腥味啊，一点的，对，要大料了吗？我得烧了，不能那么化了。再慢慢炖，然后呢，先放酱油，要按感觉。白酱，还好，十三香，我老喜欢这个啊，就放点有鸡精吗？有，啊，鸡精，味精，味精，这是味精啊，对，这个放。不是，这是盐吗？是，是盐。老抽，对，调盐是。有啊。那也是好的啊。差不多了。盐水，放。锅盖，可以了，这个鱼好了，啊，这个样，
处理呀、啊。带鱼。辣椒炒，辣椒炒鸡蛋，鸡蛋倒里头。就是你昨晚就热来了，我都出镜了都。上次我老头啥样了是吧？嗯。给筷子。嗯。还有，我先来那个三件菜。哎呦我去，咋这硬呢？还是硬啊？这个我。喝着，来来来来。你不喝酒啊？是，那给你这个还没弄，好了，我自己来。哎呀妈去，这够用不？够用，行，难吃。你看，都说太咸了。嗯，就是。你来说太咸了。太咸了是吧？太咸了。好吃，三句话。云过吗？他是山西人啊。啊。山西啊。啊。大同吗？来吧。你给他说个山西山西话。你说你们那边的话，我听一下。说呗。试一下。嗯。试一下，这个有点咸。试一下，我说啥呀？试一下。我自己尬聊，尬聊不出来。尬聊出来？没跟我对话，我自己能说。还有馒头，是个饼吗？小葱。哎，小米饭。哦，我吃主食。我减肥了，现在。减肥吃主食，这人就不胖了。越不胖了，刚胖了，吃米饭都刚胖。这是什么酱啊？大酱麻酱。大酱跟麻酱一起啊，我说咋这么好吃呢？再来一点那个葱，葱蘸酱好吃是吗？嗯，这这么多人吃，你看我，你看我吃，嗯，我吃这葱蘸酱真好吃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以前吃不习惯，来这慢慢习惯了。你来一次，我这吃饱了，吃完了，吃吧，吃完了呗，吃完了呗。吃点吃不少呢，我真吃的少，真的实话。你减肥呀？不是，我真的，我这个人吃不了多少。那就吃了几个。